像奇怪，里面没人。哦，我就看到有东西滚滚从那个地上这样滚滚出来，然后因为房间很暗，然后我就想说是什么东西。哦，安全帽放地上，还是在安全帽里面？他头在，就头在安全帽里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温 ，AKA 平民养议员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麦玉。他们是小波子也不会不会统计平均女性好吗？老三小不要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的七月特辑。前天提到，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公司的饭友，就是我们是同事，我们一起吃饭，然后他的故事都很精彩，而且我没有听过这么近的关系的。反正呢，就是这位朋友呢，他的男友就是有特殊的体质，所以他们就是通灵 CP。那我们就来欢迎通灵 CP。你好，我是通灵。我是通灵。讲的是灵体质几年啦？自己从小到大，真的哦，二十六年。从婴儿。刚出生就看得到了吗？从不会讲话就被吓，就是吓哭。你记得吗？你有那么记忆吗？就是在房间里面跑，就是吓到，然后一直哭，一直跑。好难受。那你有跟大人说？有啊，就是大人也很害怕。就是希望你不要再讲。发生什么事？因为那时候我是先听到安娜讲一个故事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。就是一定要请他来的饭友上节目。就是有一次呢，我就是打算在我家，就是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清出来，想说可以卖二手这样卖。然后我就把我的东西都摆在桌上，想说我隔天要来就是上传。结果当天晚上的时候，突然就是半夜有一个东西掉下来，我说是什么声音？因为我平常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莲姐，这里是 VS Media，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？欢迎赶快来投稿哦。睡觉就是不可能再爬起来，除非早上。就我那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知道掉下来的那东西到底是什么。然后我就爬起来去看，然后屁股可能掉在地上，根本还没发生什么，头掉地上，头就很灵异啊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明明摆在桌上好好，什么东西都没有掉，然后就整个一直空掉。然后就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其实昨天有一个日本的一个。算妖怪，就是只有头的一个妖怪，是我们那种在就是动画里面故事里面，就是有雨伞身体的那种妖怪，不是，它是只有头。应该是说它的一般大家会知道的是那种它脖子很长啊的那种，都市传说都会有的那种。是因为那个口红掉下来之后啊，他起来看，然后就看说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后来一下子就是他躺下一下子，我就马上睡着，就是马上很深沉的睡着，然后我就。就听到，就是因为我们后面是就是那个卫浴，那像卫浴有东西，就是锵锵锵。然后想奇怪，我们两个在床上，怎么会就是卫浴有声音？然后我就起来看，灯是开的。然后想奇怪，里面没人。后我就看到有东西滚从那个地上这样滚出来。然后因为房间很暗，然后我就想说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安全帽放地上，还是在安全帽里面？他头在，就头在安全帽里面。一个很注重安全的。那你们知道他是那头在？不知道他是应该不是很说日本，像日本的妖怪。哦，他的长的样子像日本。他就跟我说不好意思，他说他不想吓到我们，可是他有事情要拜托，然后就跟我们讲说他其实是有渊源，那支口红如果卖出去的话，会间接影响到他的一些修行上面的事情，所以他不行。欸，他要告诉我们说那支口红就把它丢掉，或者是对，就是把它留下也好，可是就不要卖出去，因为会辗转之间会影响到他。对，会有影响。他说他买的那个人是一个女生，然后他有养只狗，就是连对象他都有说清楚，他就是那个人会买到，然后就是拜托我们不要卖。他们的身体跟我们的人长得一样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好臭死我了！比较扁，有点像纸扎人。比较平面的，我觉得比较平面，就是我有看到是身形都是比较扁，看到脸长相，可以看出美丑的吗？我是觉得说可能是他们的能力比较高，可能就我才看得到立体的。对，如果他们可能没有什么休息，我可能就准备看二 D。那我们今天有收集一些网友的问题，看看如果你想，就是你觉得回答得出来，你就可以回答。第一题有人问说，听说是看得到会有分颜色，然后很凶的是红色，有些是灰色、黑色。这我有听过哎，还有分绿色、紫色。我自己是看不到颜色，我是比较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情绪，就
是有点像感同身受的。如果他很生气，我就是帮我爸很生气，可能类似的。所以你遇过很生气的？有啊，看到很生气啊，或很悲伤，或者是怨念很深。通常怨念很深是比较多的。那你有碰过怨念很重的吗？有。那个梦是这样，就是，在一个巷子里面很黑，然后我好像迟到，然后我就用跑了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楼梯，走到二楼的时候，一些人在里面，就是让我想啊，完了迟到，然后就赶快跑进去，上面就是一些比较熟悉的道教神明，然后就围着一个白色的盒子，因为梦中我是看一个很大的白色的盒子，然后在那边就是围着他一圈，然后再一直跟他讲，我就凑过去旁边，是跟他讲说就是。又感觉到很就是压力，那个怨念很深，然后跟他想说就是要让他放下什么的，就有人跟我说他这个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处理好，可能要再跟他多讲两三次，我就醒过来，然后我就赶快打在手机里面跟他说，哎，做一个很恐怖的梦，就大家都围着一个白色的箱子，那个箱子怨念很深，他说他是小孩，就是还是家人，是被家人害的，对，这是早上的事情，早上六点多的事情，到晚上跟就是跟我妈吃饭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新闻？说就是那个小孩把爸爸砍死，放在那个大冰箱里。就是他们家是卖餐饮的，然后都会有那种，就是你知道掀起来那种白色冰箱。我知道冷冻柜。对，冷冻柜，他把他爸爸放进去。时间点很刚好是，是因为他梦到那个箱子，然后又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人害的。当天我们才知道说，哎，有那个新闻，那个新闻的时间点是。”重合完全都是一样的。如果说你遇到就是这种怨念很深的话，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吗？就是会让你的精神不好什么？会很难睡。就是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说，就是有时候睡下去很难睡的原因，就是他们想要录你的梦，跟你说一些事情。所以梦真的是一个通道吗？我觉得算是。那有人问说，人死后的灵魂会一直停留在一个世界，还是经过特定时间后就会投胎？不知道哎，你也不知道，所以真的是就是会有什么超度这种事吗？我觉得有。嗯，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对，那他们是真的会需要一些很值钱这种需要物质上的东西吗？我觉得应该是看宗教，如果你这个宗教是需要，那他就需要；那如果是很像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或者其他宗教，他们不需要，就是依据你自己信仰的那个去做仪式。接收到的灵魂的那些，他们是会，根据他们相信的。因为我之前就我阿妈最近过世啊，我有问他，我就带他们去看一些超贵的东西，就是什么这别墅要不要送你阿妈，这个跑车，然后因为他有认出过世多久下来，然后就多烧三件衣服给阿妈。所以我就私下去问那个人，我就说，就是我花多钱买这些东西，我阿妈都收得到吗？他就跟就是Tony的想法一模一样。就是说看你的信仰是什么，你相信他就会收得到。对啊。下一题，如果可以再重新选择一次，你还会想要有这个特殊的品质吗？不会。不想要。很累吧？不想要。那你会想要因为这个体质就是跟离开的家人或亲人聊，有这样子过吗？有。有聊天过。跟哇，是你亲戚吗？就是亲人。认知上面你会就是刚过世那时候你梦到他，你完全忘记他过世，然后还是就是跟他聊天。那如果是过世一阵子之后，你会在梦里面意识到他已经走，中间还有一段就是哭到完全就没办法就是讲话，然后就醒过来，最后才能就是问他说那边还好吗什么的。那他真的他有说什么？有些会说还不错，还有那种就是抱在一起那种感觉，是真的有触感的，有触感。是有一次我就是讲到我阿公，因为我阿公那时候刚过世，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难过，我超想哭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来了，然后叫我要跟他讲什么，赶快讲，就是一个感觉，就是他在讲的时候，他已经因为他的这些话，所以他到已经到跟我们同样一个空间，就是他的世界是跟我们是类似重叠，只不过他是在他的世界的我们这个地方，就是他已经来，那我就跟他说，那你要不要赶快跟他说？因为我觉得这种机会不多。平常讲的时候可能都还好，可是我那一次真的是突然想大爆哭，之后我们就很想哭。对，然后他才跟我说他来了，我就知道了。有人问，真的有色鬼吗？有啊，真的有色鬼。怎么是色鬼？他就会可能会变成你喜欢人的样子，
好过分哦！然后变成戏剧，然后在梦里跟你那个变苦戏剧，这个又是梦的，他变成梦的话，可能是因为是我不对呀，那又投入，哎，这有人过过人生说的，我发现五毛出的很乖。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在梦里面辨识那个是不是梦？可以，有时候可以。真的感觉。但是发现就醒来。没有发现还持续进行的梦。所以发现还持续进行，就可能就是。对。哦，天哪，我好常这样。你很常，我会想说这样再坐回去，然后刚才没有接起来。这不是清醒梦吗？就蛮常会觉得，就是我知道我的梦就是梦。所以如果有这种感觉，就有可能是。不一定都是，可是有机会是。天哪，那你会梦到什么惊悚什么都觉得有问题吗？有问题。那下一题有人问说大骂脏话可以有用吗？跟你驱赶有用，可是你会惹他生气哦，就是他会被你气场吓到哦。那看他气场强不强，如果他气场比你更强，他就会更生气哦。好，下一题，在心里讲的话，他们听得到？听得到，一定听得到，真的哦。所以你没讲出来也没差，你心里有这样想，他们都知道。对，就跟你那个拜拜的时候，你在心里讲嘛，他们都听得到。鬼门开。多好兄弟出来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没，就是其实没有差，是没差。我觉得我反而就是睡得着，真的。所以有没有开有没有开启的那个数量都是一样，就是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存在不同。我觉得是。下一题，最近梦到过世家人，真的代表他来找我吗？这有可能。是啊，有可能。真的。我自己有发生过一个，也是蛮特别，就是那时候我阿嬷刚过世。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头七的晚上，就是有花，然后后面照片嘛，然后就是我就站在前面看的时候，就想说，为什么有一个亮点？是亮点就是在一个地方，就不动，就一个亮点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是有请有认识的，就是法师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哎，这个亮点什么意思？它不是反光，它就是一个亮点在，一个亮点。然后我就问他，他说是，他就在那边。这头七是真的会回来，我觉得他都会在，就是他从头到尾都在那边。这个反而还好吧，前面的比较可怕。几乎每个人都有守护灵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有。每个人不一定会有一些渊源，他会一直跟着你。但他是保护，对，是保护。就是有些人是就是动物的，有些人是就是人形。那我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那你看到别人？那怎样看到？那你知道有？因为我自己有，我只是就是一个人形，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恐怖的梦，他会就是在旁边，你就会看到他，就是他会跟你一起去那个地方。哦，下一题哦，有人问说他们可以预知威力彩的号码吗？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有得到什么一些不同的金钱？就回来也上班了，会吗？没有，没办法，都没有。有人问说他到一个新租屋处，然后他想要就认识说不是故意打扰或什么，就像去饭店的敲门，要做怎样才是真的正确？是那种敲门？敲门我觉得蛮友善的，敲门是友善的，就是你就把它当成是另外一个人，只是说他跟你空间不一样，那你怎么做他会就是比较舒服，让你有别人住进打扰他这样。所以这是一定要的吗？就是如果我们去外面住的话，去饭店一定要做这件事？我都有敲，我都不会锁的。你不知道房间里面有没有？所以你宁愿先敲，没有就算了。表现大家都有敲，你要敲，表现友善会比较好。到哪都敲，我从小学就敲，现在。好，很会敲，对，17练第一敲。下一题，你请问你看得到神吗？看不到。那你感受得到他们在？感觉得到。真吓死人，不知道。你在庙里面，他们就都在那边。哦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个。
可以。有真的分得出来那里面是神还是他其实也是？你看到那个神像的时候，你会跟他有一个画面。那他如果他的那个画面是不好，就代表说他里面可能已经不是哦，或者是完全没画面，那就是只是一个同，对对对，只是一个像这样。哎，我们先上一下厕所。好，艾伦没有去了。那我想问，你是不是会常被请托，请你帮忙什么事？请托比较少，通常都是可能怨念比较深，然后你要就是说服他，就是让他放下。哦，那你会变得有点像是他们的心灵导师吗？有点像，可是有些就是他们在跟你说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就是像我们这样气氛那么好，他们是就是带着一些怨念，怨念，那个怨念是很恐怖，就是会让你真的感觉到恐惧，很害怕。可是你要再跟他讲这些东西，你要边恐惧边讲。有人问说 KTV 是真的会比较阴？KTV 我就拜回家过。我那一次就是跟我的同事去唱歌，那一间就是有到很高层楼的，然后好像13楼吧。然后那天我是在12楼唱歌，12点多回家，然后一开门，他看到我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今天是在高楼层唱歌吗？”我就吓到，想说你怎么知道？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因为他有那个影像有看到，还是我带了一大票美金。那怎么办？就去拜拜了。带几个？那天晚上就真的难睡。我觉得就是他走到他们的那个磁场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他们的那个地方比较热，边热闹，很热闹，是这样。Siri， 因为他们比较累。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一脸超累的，然后跟我说，我觉得真的睡超差的，就是一个一个帮我请走，然后我睡超好的。你是那种电脑里面打开说我们是三个麻瓜，章鱼、小兵、小爱，这里是 VS Media。那种清理师哎，深度清理师，他有讲说什么东西？第一个是一个女生，算漂亮，然后我终于看得到颜值了哦，那个已经就是厉害到就是已经看得到形体，形体都看，就是看得很清楚。一栋大楼，就是一楼是酒吧，然后他就邀我进去坐，里面很多人，然后就大家就很 chill 那边喝酒啊。后面我就觉得很怪，就突然觉得怪怪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哪里？”你这句话好像演电影。好可怕。然后那个女生她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她就是继续喝酒，然后装没事，然后继续拿酒给我喝。后来我又再问她是，你瘦了？是瞬间大家本来是笑，就突然没表情。然后那个女生就走出去，然后我就跟她走出去，就是那一栋，就那一栋大楼，这样。就是她唱歌的人。第二个女生是更不跟你沟通的那种，就是因为我们是文化嘛，所以就骑车很怕被排那种测速。然后我就梦到我在那个要下阳明山的地方，然后骑车我就看到前面有些测速，可是你刹不住，很难刹，他就站在测速旁边等你，他就是要让你经过他慢下来，你不可以就是马上的停，就是刷过去这样子，因为看到测速又想刹，可是我又不想停在他旁边，然后我就很挣扎，我说这是梦，这是梦，这是梦，疯狂的醒过来，就是自己醒过来，因为我已经逼自己醒，对，我逼自己醒过来。那后来这样就是自己结束，那后面还是就是有去拜拜什么的，所以还是要拜拜。那我会问说，就是在影片里面看得到吗？就是但我不敢剪这支影片，给我剪，我不敢看。就是那种鬼屋探险或什么的，那种拍下来的影像是可以看得到，就是那种日本都会投稿说他拍的。可是我之前看毛骨悚然这种的经验，日本节目他说他们是作假，好奇怪。那有吗？就是他可以从影像里面看到，为什么都拍照看得到？真的看得到。可是要就是你有能力你才看得到，你只要看到那个影片，你就会跟他有一些共振，对，就共振。但是如果本来是看不到的人，看到影片，就算有你也看不到，也看不到。对，所以他才说假是作假的，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看得到。好，那感谢我们通灵 CP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影片，谢谢。这影片就交给安娜剪好了。你刚刚中间有一段你都没在听，都这样一直这样，哎，记得吗？记得吗？没有，有那段，有那段，然后还吓到直接去跑去厕所，在厕所还要两个人陪他去，没有啊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